常规的 3D 打印耗材都慢慢的升级为高速耗材啊，手里这个是 PRA 高速大理石材质的耗材。大理石材质的耗材大家有用过吗？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耗材呀，上面有很多麻麻点点的，这个是一种大理石的纹路。用这种耗材呀，打印出来的模型会有隐藏成纹的作用，同时还有大理石质感。这一款耗材是三绿最新推出的高速 PRA 大理石材质。我们来试一下这款耗材呀，打印的效果怎么样？使用机器自带的配置文件来打印一个小船，这打印速度真快。大理石材质的小船打印好了，这个是机器自带的文件，是一个高速打印的文件。靠近看一下这个打印的细节，来看一下，整个悬垂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塌陷，打印完的模型啊，表面是有一种大理石质感的。看一下这个效果，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接下来啊，我们再用这一款材料去打印其他几款模型，打印几个招财进宝的石狮子，速度挺快的哦。这个招财进宝的小石狮子啊，打印完成了，看一下，全是大理石纹路的。三绿的大理石系列有砖红色、烟熏灰、森林绿、水泥灰、花岗岩和栗木褐，一共七种颜色供您选择。这也是我见过大理石系列最多颜色的一家店铺了。下一次视频我会将这些材料全部来打印各种类似于大理石材质的模型，看一下对应不同颜色呈现大理石效果的表现。欢迎点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